住嗰個氣息降落嚟嘅嗰個水平面，情人如約，而唔係情人如約，聽唔聽到個約字嘅，即係話企嘅嗰個位置，嗰、那個喉頭嘅嗰個位置咧唔一樣，再嚟一次。係啦，貼住落去。喉头系贴住个气息嘅时候，你喺嗰个音嘅延长个部分咧，你其实系唔需要再加嗰个 extra 嘅力量咧，去 extend 佢嘅。嗰个落嚟嘅呢一个动作本身，佢已经系有一个，即系话令到佢个气息 compress 出嚟，去支撑你嘅嗰、那个音嘅延长咁样嘅一个动嗰、那个动力喺度啊。而且呢一个动力系可以回转嘅。即是話係柔軟嘅，同埋咧就係連貫嘅嚇。如果呢一個力量咧係發直嘅，同埋咧係冇一個連貫嘅咁樣嘅一樣嘢咧，個 system 咧可以俾到佢咯。所以你要 keep 翻呢一樣嘢 ，all the way go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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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。OK， 好好靚啊！系啦，好靓啊！系啦，每四個字一個 sentence， 試問誰可在這個誰字上面，這個玻璃管的這個管道不能夠在個誰字上面變小，試問誰，這樣就會變小了，試問誰，同樣的 size， 試問誰，這裡要拉住它，試問誰可，那個可字呢才會即是說降到下來咯，然後潔白無，這個無字也都是要同樣的 size， 管道的 size 不變，只不過是這個閥門降降降降下來，好，再來一次。
撐住之後，你個可字同埋個比字先會有機會咧落得到嚟咯，係咪？呢一個外殼啊，就係你呢一個個發力點，個可字同埋個比字啊，你要能夠發得到力咧，就要在乎你呢一個氣息嘅嗰個層面咧 ，keep 唔 keep 到最低咯？你 keep 得低嘅話，必須係呢一個管道要。試問誰可？洁白无比，系啦，喺个垂字上面，同埋个无字上面啊，佢好 naturally 咧。如果你唔你个 tension 唔俾佢嘅时候咧，佢就会缩细噶啦。试问谁上咗嚟啊嘛？所以呢一个位置个力量啊，反而系喺个管道嘅保持上面。呢、這个垂字同埋个无字咧，呢、這、一个位置要有一个向外。推出去一個小小嘅咁樣嘅一個支撐嘅力量俾佢，但係唔係發力咯。好，再嚟一次呢個。心字上面呢一個管道保持，同剛才嗰個原理係一樣嘅。剛才嗰兩句四個字嘅 sentence， 幾相依度，共我放心，拉開佢，共我放心探歌，再嚟，共我放心探歌。谁瞒着你爱我？